声音个声音个声音喺边啊？声音咧，声音咧，我个声音咧喺度，声音。呢、这个嚟听到声啦，大家系嘛？OK，好咩？继续啊，新游戏啊，试 game 台，大家有啲咩 game 嚟就俾我试啦。哇，佢生得好似识出声咁啊，出声啦你好唔好啊？佢生到好似一个夏夜会配嘅人啊，大家知唔知边个夏夜啊？睇下先啊。洛特里克在小镇入面的侦探助理，即是我收到法力现象管理局，我看看哪个法力现象管理局啊，来信前往伦敦。喂，我喜欢这个故事架构啊。哦，sorry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开始了这个先。Case 1，舞台的背后，幕后。大家真的想听我读东西吗？我只是想问一下，我读的东西错了吗？如果你初次玩佢，我劝你唔跳过咯，咁唔跳过啦，不跳过，唔跳啊！我咁坐仔，可以重开，重开，而家重开，而家重开，基本操作，死啦！我啲老花系咪严重咗？扎身加关嘅定义，但系连 game 都开唔到，唔开 game。我哋案件开始啊！案件开始。唔跳过啊！唔跳过，唔跳过，唔跳过，不跳，不跳。佢头先唔系咁嘅呢个次序，不跳过。OK， 不跳过。一配眼镜就配老花噶啦。喂，佢冇语音噶，我要语音啊！第一次嘛，边个啊？佢生到咁嘅样，竟然冇语音，有冇搞错啊？你俾英文同日文我都是但一个都好啊！冇事，你讲咩？冇嘢讲啊！你等我阵啊，缩翻细啲，佢系大咗啲啲咁，缩翻细啲，得，移紧，帮紧你，得啦，啱啱好，我褪嗰啲先，我褪嗰啲，好咁样，哦 ，OK， 出晒啦，应该而家，问你系咪第一次嚟伦敦？哦，系啊，有咩问题？佢有冇 back end 唔识 end 噶？吓、啊，果然啊，呢的士司机咁烦。唉，果然啊，靓仔，你对于伦敦嘅风景觉得点啊？咪落雨咯，周围都系烟雾啊，冇见过 Big Ben 啊。啊，系啊，即刻系咁啊。Big Ben 就系呢度嘅地标，不过睇唔到啊。话说啲行李好重，你都只喺度抢住啊。我入面装条尸啊，其实，所以收到公众嘅邀请先嚟啊。恐怕咧喺呢度住到咧，俾人辞退为止啊。啊！我见咗佢只画质，佢只画质咧上面落咗层 noise filter 落去。我有时都会咁做，嗱嗱见就睇画，年纪轻轻就嚟呢度闯啦，果然系有啲本事啊！我好似你咁大嘅时候仲打紧仗啊！想当年唔好啊，冇俾个的士司机讲想当年啊！以前你以为的士司机沉默寡言，你咪坐出嚟，你系咪傻噶？呢、這个世界应该冇乜的士司机系安静噶。我说你新入职嘅单位叫咩名？车费再加一零先，我直接在你嗰度。吓，你讲紧乜嘢？点解可以咁嘅？一千零啊！哦，唔使啦，喺公园前面停车就好啦。花咁多钱搭的士，
加一個先令都唔好貴啫。第一次嚟倫敦，好多客都好似你咁，好似我哦，自己行下就蕩失落。佢驚佢蕩失落，唔係喪，唔係佢想賺到一蚊一個先令，態度好強硬。我哋唔好理佢，唔俾嚇你俾佢啊？嗰度係咩啊？個機構叫咩名啊？我都唔知不過。黐線要睇，你究竟知唔知自己做咩噶？巴拉巴拉巴。好，我哋咧有人提出咗問題喺文件中咧找相關嘅線索，然後咁組合線索啦。OK， 跟住呢個單除啊下面嘅表列中咧選擇要檢查嘅文件放大睇，放大嘅文件會喺呢度要使用嘅線索咁組合線索。邊度有組合線索呢個字啊？請問 ？OK， 好得開始。我张职员证啊，哦咁样睇，哇，唔系先，法律现象局啦，伦敦分局啦，我研究紧佢究竟想我点啊？我觉得组合线索噶，单位叫咩？哦咁样啊，佢问我单位叫咩名，我就揾翻个单位名俾佢系嘛 ？OK， 我个名啦，我系警探啦。OK， 呢张咧字得，哇，我睇唔到啲字啊，喂大佬。放大得唔得？放唔到大喎，我都睇唔到入面啲字喎。喂，傻，我单位叫咩名？应该叫呢一个。啱我睇到眼残，我 show 唔到。啊，唔系嘅，都可以咁样睇嘅，就一行行睇咯。我上一年啊，因为睇下先，佢问咩？斯是别来无恙嘛？我系上一年到访贵姓嘅一个英国人啊，因为你啊，你一定记得我。点解我会记得你？嗰阵时我未嚟得切自我介绍，我正式嘅头衔咧系某个政府机构嘅部长啊，系啦。上次见面咧系想你加入我哋嘅法律事件嘅专案。目前我喺伦敦啦，呢几日啊发生，每一日都发生咗啲普通探员调查唔到嘅案，好似你天生异禀嘅僆仔啊，话唔定咧可以嚟调查一下。OK。我已经征得你上司的同意了，他一开始是反对的，但我明白这个更好的出路，就叫了你来了。 OK， 好得了，组合线索、啊、我找到了， 我去这里了，文件、啊、组合线索，单位叫什么名字？甩啊蛤、啊、单位叫什么名字？我不是按了不是这个吗？固定以固定线索，等先，咁啊呢、這个咯，哎，我去两边睇，哦咁样啊，对比可以，咁呢个咯，唔要呢、這个，要呢、這个咩啊？嗰、那个字唔系一样字嚟嘅咩？嗰两个字唔系一样嘅咩？啊，我头先唔系咁嘅呢个咩？国字啊！即刻唔车你去，你知唔知佢位置喺边？麻烦你带我去。明白啊，先生。做咩事啊，先生？有咩问题？唔系，只系我觉得你突然之间变得好有礼貌，我、哦、一定系有嘢嚟嘅。圣克制女王系鬼，你唔好呃我嗰一个仙灵啊！咁真系有意思啊！当我一讲局子嘅时候，佢态度变晒啊，算唔上好，定系呢个系奇怪组织啊？我接到可疑。机构的奇怪来信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我一定是先厕所，不过这么大一定是我的人生目标，我们到了灰色的洞呢，就是局子的分局。我下车了，我们他有一种感觉令我觉得在打鱼雷 game。 哎，他不收我钱啊，他现在银包虽然背包前面的口袋，前面的口袋嚟伦敦就知啊，吓咩意思啊？佢俾人偷咗钱定系咩啊？佢到底系点样知？知咩啊？咁我唔知佢知咩，睇翻 log 先啦，我阵间。好 name 啊呢件事 ，logical 咁样出嚟。登分局啊！我想睇翻个 log 啊，佢头先问我乜嘢啊？佢叫我俾钱啊嘛，跟住咧，喂，我个 log 喺边喺度？他说我的钱包放在哪里，他建议我检查一下背包前面的口袋。
点解佢会知嚟得伦敦耐就会知道？即系佢觉得我哋呢啲少出醒嘅人，多数会摆啲咁显眼、容易俾人偷嘅位，系咪啊？我有女啊，俾人偷咗系嘛？我都觉得系，但佢又摆翻落去，系咪应该咁讲啊？我哋眼神有对上，但佢咩都冇讲嘢，系咪我错过啊？佢绝对系望住我啊！点解我会开始怀疑？点解呢个男仔个头啊，嗰支笔啊，系笔嚟噶嘛？当夹用嘅系嘛？好啦，你讲先啦。吓，你搵我有事啊？啊，系啊，早讲咪得咯。我度等人啊，我相信我等嘅就系你啦。姐都笑添。我真的用卷块面插住钢笔啊，身高165啊，个名咧叫做洛德啊，唔知是但啦，洛德里克啊，你系法力事件组嘅专员，系啊，点解你扮女仔先嚟扮声？因为我觉得我扮声唔够女仔，所以我要女仔先嚟扮声，男仔可以唔扮声嘅，潘多利啊，幸会幸会啊！笑死，握手就冇谂啦。我谂下先，英国人系唔握手嘅，系啊，我只系好严厉同你身体上有任何接触，你唔好掂我，好烦啊！你可以话我有啲洁癖，有啲麻烦啊，多多包涵啊。有洁癖都嚟做警察，有咩问题嚟？咁样歧视警察唔可以洁癖，可能就系坐 office 咧。我哋入去啦，你跟住我啦。个局咧有啲似迷宫，消防员会当失路噶。呢个女人好似傻傻地，我都系大人，点会走失路啊？呢个女人好似傻傻地，佢咁样毒发我好攰噶。啊，佢真系当失路啊！你可唔可以有少少坚持啊，男人？又仲要揾唔到平面图添。啊，我同个女人走失咗咁多间房，你先呢个系。哎，终于找到个导览图了，我到公司了，我加啲小号，辛苦晒。我哋今日嚟打呢、这个，我都唔知道打紧乜嘢。哇，呢、这个咩嚟噶？咩情况？睇单位咯，我哋而家佢好似咧，而家嗰啲 share flat 即系嗰啲叫咩？studio 嗰啲咁样嘅。嗱，呢个一个平面图，你搵翻自己个 studio 啦，咁样。上面写嘅唔系正常嘅英文，你同呢个世界脱节。上面都系得一行写英文啫，系嘛？翻入口佢会等你，可能佢唔等你咧，系因为有人睇得懂，系啊，计啦。我特殊嘅编码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哎，我新增咗平面图啦。好啦，我哋揾地点系咪啊？我哋嚟揾地点啦。滴滴滴滴滴滴。嚟，我哋揾地点啦，得啦 ，double kick 固定佢 ，OK 开始。不，佢得唔得 double kick 都好，我都睇唔到嗰啲字噶啦。哦，我见到啦，唔好固定佢得唔得？要呢、这个固定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啊嘛系咪啊 ？N101 啊嘛系嘛？喺边啊 ？N101 呢度咯，喺你隔篱啫喂。我组合线索组合咯，呢度咯，得唔得啊？咁，哇，好有趣，我觉得呢个玩法。你走先啊，分啊，辛苦晒，我有 Serena 晒，拜拜 ，Thank you for stopping by。听日有咩？听日应该系瞓觉，然后听日去玩。法力啊 ，OK 得啦，揾到啦。对应地图啊，阿法力事件咧，专案办公室啊，就系呢一边啦。OK 喎，拜拜！睇我眼前，唉，你真系喜剧专员一样啊！大家搞晒，好啦，我哋入去啦。哇，佢好有型喎，佢，不过佢样生得有啲幼啊，系咪有啲似？我都少少少少。我系，我先最近有一套电影咧，叫咩奇怪嘅房子啊？等我睇下佢叫咩名先。佢系日本电影嚟嘅，佢哋话好大受好评，我唔知道日本落咗影落咗画未？等我睇下先啦，等我阵，等我搵下先。日本新嘅嗰套电影系，
电影，讲房噶。嗯，喺边啊？嗯，电影最新嗰套叫咩啊？喂，最新嗰套叫咩啊，大佬？揾而家个电影上映播放表先。算啦，我都继续打住先。你哋揾，你哋揾啊，你揾啊。啊 ，Hannah，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恐怖片嚟嘅咩？唔系恐怖片，系恐怖片嚟嘅咩？唔系悬疑片嚟嘅咩？黐线，佢叫巨兽，我冲入去就巨兽啊 ！Logical， 哇，好好尴啊！我觉得呢个好奇怪啊。系啊，系啊，系，应该系呢个啊。是最近上的嘛，应该是今年到的嘛，我香港现在上紧咯。请问有没有人看啊？听说好像很高评价，在日本很高评价，跟着还有很多人看完之后都真的打回那两张平面图下来对咯。你口音不是香港人，不是本地人，在美国来的，哦，是新墨西哥州，即是英国口音和这个美国口音。黐线，你中唔中意红茶加冰？红茶就算，可唔可以饮咖啡？世纪大电灯，五个月前啊，已经冇得睇啦。佢哋话好睇，五个月前啊，咁啊未有啊，可能要等多阵先有得睇啊。高索，讲先啦，高加索内睇先啦，布莱恩系咪即系 black？ 布莱恩 black。你可以看看个预告，佢好像拍得很紧张咁样。你不会去做开枪？我负责审讯啊，咁我不是嚟审讯的大佬。我会继续指住你，直至做黐线啊！直到组长翻嚟确认我的身份，咁点解你唔等组长喺度先去啊？先嗌我嚟啊嘛，黐线噶！你早咗咩时候？听日噶嘛？黐线，有个女人就系个组长啊，系我啊！初次见面嘅时候又唔讲，混吉噶你。你点过嚟噶？我啱喺外面揾你，谂唔到你自己行先一步啊！我醒咯，我睇我自己个工作证同睇地图嚟噶咯，赞我。你工作证？你留意到嗰个楼梯嘅偏貌系？点解你会俾人一路指住一路饮咖啡？你问下你嘅员工啦，你问我，你真系搞笑，你笑死我！睇嚟你嘅嫌疑消除。Oh my god！ 迎新会同悼念会一齐举行，黐线噶，有咩人嚟啊？冇听过新人介入，你可唔可以？你廿分钟前先知系部长吩咐，佢呢个系组长啊，佢请面之前系部长啊。我自我介绍，我俾张证你啦，好唔好？为什么早就马上咁？耶，已经八个月了咁啫。为什么早就马上咁？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像女生，所以要咁啊。头等大件事，我话你的技能啊，你都会讲咩？我的技能嗰、那个，我冇咩特殊技能、啊。我第一次啊，离乡别井啊，吓，你冇技能？我有重型机械的执照啊，可能用到上场。吓，你讲笑系咪啊？系死呢样嘢，冇人想要重型嘅乜嘢，只系想确认一下，你唔会系唔系异能者？吓，你讲咩咩异能者啊？所以有咩问题？得系冇咩问题嘅，不过你好似被解雇喎。吓，你讲咩话？你讲咩话？我话我冇异能又俾人解雇喎。这个是什么玩法 ?Chapter 1, Chapter 0, 法力扭曲世界运行物质的。Sorry, 扭曲世界运行法则的物质。在那个时候的古人将法力觉醒后的奇特现象称之为奇迹，后人称之为魔法。而到了如今，这些事就称为法力现象了。其中最近数量有明显增加的就是司法者，也是众所周知的异能者。
异能者生来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魔法，或者你可以说他们生来就有超能力。在你前往伦敦的旅程，大概有十分一的人口都是异能者 X-Men 的，他们也是世界上异能者数量最多的城市。即使现在是鱼龙混杂，但有一个机构始终持续呢持续着伦敦社会的正常运转，它掌控所有法力，包括异能者。不要说我是 logical， OK， 它的正名叫法力现象管理局，简称局子。哦，那这个的士司机怕，其实应该怕它有异能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不会放我任何一个未解的谜，这个是你的天性，所以我不会阻止你前往伦敦，只是不过我要给你一个提醒，你将会体验到前所未有，还有你甚至会希望自己未曾见过的东西。他现在好像卖我出去，他水我出去，老细旧老细水我出去。法力专案组啊，我都是同一日嚟噶，系10月30日，我记得。啊，真系唔好意思，搞咁多嘢出嚟。而家咧应该翻紧屋企，黐线噶，做乜带我翻屋企？我做乜要翻屋企？我话我人仲喺度吓死。哦，系啊。啊，唔把握时间就翻唔到屋企咯，上唔到船咯。我唔翻去啊，你傻噶？再讲我坐飞机，你唔系坐船嚟啊？仲有，点解你要咁做？为什么突然间炒我？就是说你都不是异能者，我们不需要你。啊，组长啊，即是你刚才啱啱的发言好令人好容易令人误会啊。这样啊 ,Black, 你直接滚他出去，黐线啊，要温柔啲。你有没有听过法力事件专案组是做什么的？我收到信提过的，解决探员解决不到的事，所以你们接手咯。是啊，有些异能能够杀人于无形，不留一丝蛛丝马迹，普通人怎么努力都破解不到那些案，跟法力现象有关的案件，我们称之为法力事件。意识到这些法力事件，实就会交给我们处理了。我们这些这样的人，即是你啊，你们这些这样的人啊。是啊，我们真是异能了，我们三个都是啊。我好像明白了，法力事件是无法透过正常手段侦破案件，换言之就是你们所有人都是用超自然的天赋来破案的。你所说的超自然法力的一种，我们叫它做技能啊。哇，它是超自然或者魔法都得，不过听上来就太神棍了。我都知道他之前问我的技能是指这个。你明明啊，细路，你个头再叻都好啦，都系一个重型机械嘅老司机咋？呢、這个都唔重要，有啲案件系冇办法透过正常手段嚟侦破噶。异能者咧，有时会隐身啦，会瞬移啦，你有冇信心将佢哋一网打尽啊？唉，咁我都系翻屋企啦，好嘛？阿部长，哇，部长好有型喎、啊！唉，千里迢迢佢哋嚟，真系唔好意思，好攰啊，我而家，嗯。就是这个人联络侦探社加入，邀请他加入专案组，他是部长啊。啊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啊。你得真是啱时候，如果部长坚持，我怕大家听不到嘛。坚持要请我，没人可以阻止到，那看来你都走了，你的样子笑到这样，我觉得。这帮蠢材见识下资本主义强大的安装手段，痴线啊。啊，老大啊。你敢炒地台，你仲好意思露面？我对你已经冇任何期望啦。佢哋对个老细系咁噶，趁未黑人憎之前，你都系早啲退休。部长系冇地位可言噶，大家揭竿起义啦，已经睇到你哋咁嬲啊！大家对于新人加入都好激动啊！佢真系呢个 ENFP 嚟噶，阅读空气嘅技能系零噶，定系 S 仔嚟噶？其实之前我就好想问你点解要咁做啊？有必要要一个唔系异能嘅警察咩？啊，你个意外之意系唔愿意俾佢加入啊？系咪啊？系啊，唔入啊！哇，爽快承认啊，毫无犹豫啊佢。啊，咁不如咁啦，你三个考下佢啦。哎，终于有嘢做啦！我终于唔系睇故事啊！嚟，顺利通过就成为一份子啊，平起平坐啊！佢冇通过就掟佢出街。OK， 嚟，考验嘅内容系我讲。嚟，佢话系天才啊！我哋有啲。调查紧案件啊，马戏团谋杀案，咦，即系 case，
two 啊，系咪啊？即系我哋而家系咪 case zero 啊？呢个咁即系 case one 系咪？等先，你认真噶，睇过之前嘅证据就俾佢睇下。嚟，好好加油！我系咪进入咗第二章啦？应该咁个乱七八糟，通过考试先能够留低啊。OK， 我哋通唔睇下，通唔通到？我哋睇下通唔通得过呢个考试，我哋就知买唔买呢只 game 啊，就知老朋友唔一样啊。我哋嚟可以噶，我哋俾信心自己，唔系俾信心我啊。嚟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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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可见物质技能系不可见物质操控啊，即系我唔使见到佢都操控到佢系咪啊？危险级别啊 ，cot 啊，即系几多啊？管理局的档案上面列出了每个异能的能力和他们的技能。OK， 他们随身带备自己的 ID 卡，无法伪造的材料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能够正确理解这些资讯，明白涉案的异能者可能会怎样掌握技能。好了，他的名字啦，他是第一个发现尸体，也是主要的嫌疑人。他是王牌高塔马戏团的小丑，在这里一起发生了一间谋杀案，死的就是马戏团团长叫 John， 我想起巨人那个，之后就告诉你听的详情。但首先要说明了，分别写在下方，他技能是不可见物质操控，我也想说听名字我不知道你有什么，就是以无形的能量操控物质。 OK， 简单就是他用念力，超你写念力不好吗？你写技能，你写念力咪得咯？你写咁多粒字做咩？啱嘛？你我想讲个主角咪讲咗咯，你写念力不就好了嘛？你写得咁专业做咩？救命！唔系，你冇中意吐槽系啊？咁喺伦敦啊，就超过1000名啊，能够隔空嘅移动死物嘅移动物件嘅异能者啊，喺念力呢啲太过笼统啊，唔能够细分佢哋嘅技能，所以我哋使用学术嘅名称啊，大部分学术嘅名称睇名就批判出嚟啊，但亦都有例外，譬如呢、這个，咁你唔觉得自己改名改得唔好咧？咁如果光凭名字都偷掉唔出啦，咁就真系冇办法知道佢有咩技能啦。如果遇到咁嘅情况咧，就要随住调查慢慢了解到技能嘅详情，冇鬼用噶。凭住呢个技能啊，佢咧系表演杂耍，亦都好容易发现咧佢嘅不可见体，佢嘅不可见物体操控啊，相当于念力啊。OK， 咁既然系咁，呢个档案要嚟做咩啊？好啦，我听你讲，你讲。接下来我哋睇最底部分，咁呢个危险级别啦。OK， 根据嘅威胁啦，咁有三个嘅，有 unarmed， 冇武装啦 ，boy 啊，即系依。先啊，危险性啊，等于锐器啊，叫 Bowie，Cortex 小型火器，最高啊，真系坦克噶咯，嗰、那个系。触及嘅范围有两公尺，触媒即系冇啦，即系冇，即系我要直接用意念力啦。其他就最大体重嘅物品20公斤。同时操控两个物件，物体最大的长度是2公尺，持续165秒，咪即系3分几钟？唔系喎，2分几？冇详细啲嘅答案，又系有，不过咧当下嘅级别许可，我哋净系攞到咁多。OK， 实验性质就系呢个部门就系、是。咁最后嘅考试就系乜嘢？我之所以向你展示呢个，因为佢哋系我哋调查嘅主要嫌疑人啦、啊。我哋咧嘅推断咧有三个疑点啊，而家咧我哋会逐一咧搜同佢有关嘅证据啦吓。佢、啊、哋三个疑点就系咁啦。我哋揾出个三个疑点系乜嘢 ？OK， 你觉得咧？你接唔接受啊？如果我拒绝，你可唔可以考我其他嘢？黐线嘅，你谂都冇谂啊！好啦，咁我接受啊，好啦，我咁接受啦，几有自信喎、啊，咁你自信地翻屋企啦，哇，呢、這个女人真系好毒啊，好啦，睇呢个先，好，呢个系证词啊，你可唔可以放大啲啊，魔女老化唔该你啊，似乎咧系证人发现尸体嘅情况，乍看之下，证人提供嘅就系呢个部分啦，系啦，我系第一个发现佢死
状况嘅人，晚上九点我去送佢咖啡见一面，跟住可能有异常心理状态。我知听起嚟好可疑，但我冇杀佢。OK， 得就系心跳异常咯。你嘅技能系细微震动侦察。当嫌疑人做咗提供嘅时候，我会用自己嘅技能去探知心跳嘅变化。证人心跳异常，证人处于激动嘅状态，系啦，可以描写一啲色彩嘅嘢，就因为被杀啦、谋杀啦、死亡嘅嘢。证人讲大话，测谎仪，佢嘅工作就同测谎仪差唔多。揾佢出嚟，有咩好奇怪嘅地方啊？大弟啊！佢发现到异常心跳应该是证词入面有讲大话的地方 ，OK？ 但系咧心跳异常咧嘅原因唔只有讲大话，仲有小心啲。佢证词入面错误的部分与心跳呼应。如果咧呢度有自相矛盾嘅信息咧，应该两者联系埋一齐。哇！你啲档案越比越我多喎。哇！就系呢个瓜咗啊 ？OK， 我揿唔到嘢噶。先啊，我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啊，我九点钟去送咖啡给他，顺便见一个面。我知道听起来很可疑，但我没杀他。你想我做什么啊？现在哦，这里好啦，然后我唔系好想知佢，我唔系好知佢想我做咩啦。佢想我点两嚿嘢，我去为佢送咖啡。晚上九点呢个咧，两公里，是但先。佢停顿位，组合下先，系甩嘅。再检查系文字对话，咩文字对话？边度文字对话？呢度文字对话系咪啊？对话日志，佢想我点样点啊？其实咁样点吓吓哦 ，OK， 是但啦，点咗啦已经。好，我哋睇下佢点推理先。两处心测异常，第一个系佢送往咖啡现场，第四部分系坚决否认谋杀。如果佢第四部分否认系谎言嘅话咧，呢、這个嘢系就已经轻松解决。但系佢喺第四部分使用咗杀人呢个充满色彩嘅词语，佢嘅心跳率好有可能会飙升。换句说话嚟讲咧，哦，佢想咁样解，因为佢头先讲话有两个情况，佢哋会心跳异常，一就系提及到啲好敏感嘅字，二就系讲大话。咁所以因为下面攞咗敏感字词，所以下面嗰个系冇问题。之后上面嗰句咁平坦嘅嘢，佢有心跳异常，所以佢讲大话。哦，咁样解 ，OK。嗯，佢冇讲出煽动性嘅词语，但系佢已经心跳异常，所以佢有古怪。嗯 ，OK。俾咗疑心追问落去呢个调查嘅结果，好啦，仲有咩啊？单看一次就睇到佢好激动啊！处于激动嘅状态，我会侦测到心跳异常，无论佢啱唔啱都好，评判唔到真假。好啦，跟住就到佢差唔多上场啦。我系我哋三个中最弱嗰个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到个男人啦 ，Black。好啦，呢个系痕迹嘅照片。第二场考验啊，呢个系案发现场啊。趴喺台上面一定系受害者，我已经睇唔到个人趴喺台上面啦。啊，另外我哋嘅头号嫌疑犯啊，系佢啊嘛，系咪？从死因系头部重创。绿色的墨水是什么？哦，指纹爪痕法医，
我的技能是标出各种的线索给人家轻松看到。关于这个技能呢，我可以就这样将这个线索记低，我们称之它为痕迹的照片。寻找痕迹的照片除了异能人士，只要时间允许，人人都做到，但可能我还写了时间，我这样会悭了很多。用颜色和亮度这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，然后再分析资讯，确认每一段痕迹或者形成详细的时间。好了，同证据有互相矛盾的地方，那我们就找它出来。第二场考验，它不会错，我们现在 assume 的照片一定不会错，只是文件和它是正宫出错，即是错的一定是它是正宫，不是那份东西。你看看，偏了这个先。但我想说我真的看不到东西，我真的觉得好。你去了问我送咖啡还有没有什么事，问这个做什么，你怀疑我啊。团长呢，受害者往往都是九点钟喝咖啡，夜妈妈喝什么咖啡睡觉了你。毕竟他成日都会演出之后当晚一直去到维持早上。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留下来。留下来你说什么，除此之外我没有进入过这间房。除此之外我没有进入过这间房。你讲的什么啊，我想放大张相来看啊，你老板。这里咯，他说他没有，除此之外我没有进入过间房，这里错了是吧？不是啊。不是，在这里整个 lock 的嘛。哦、oh, ，sorry 啊，系佢系佢嘅翻译系咪有问题啊？佢咪本身系英文嚟噶？佢话其实佢系冇进入过犯案现场，除咗晚上九点钟。哦、，OK， 咩除此以外我冇入过去做乜鬼？得先啊，每晚都会为佢送咖啡。第四部分，咖啡令佢安然度过夜晚。習慣受害者先，好像本身好像是中文，但我不知道，因为他那句呢最后那句除此之外我没有进入过这间房，好跟他现在显示的，即那个我的放大镜出来那句呢，声称没有进入过现场，除了晚上九点之外，我觉得两个信息有一点 bug， 即不是同一样东西，不是表示同一样东西。我的死者叫什么名字？我的死者叫乌丹。哦，这个脚印应该是这个同这句这样是吧，应该哎，等一下搞定。我明白了，你慢慢来。我已经撞完，不是撞完一次，我已经错了一次。不是，就是刚才他说他没有入过去，但他七点钟的时候又会有。又有腳印咯，七點鐘，係啊，七點半有一組腳印留底，係佢，跟住八九點半又係一組，即係佢入咗去啦。OK， 好，我哋應該仲有多個，就係、是、組長俾我哋嘅。我哋问佢咩事，但佢唔肯讲。受害者咧系六点钟入房，但由于佢冇离开个房脚印，所以我哋推断咧佢七点半仲喺间房度，可能跳窗出咗去。不过好肯定冇乜，唔会系好事。我哋就怀疑佢系凶手啦，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。不过值得嘅系咧，佢能够实施呢，得佢能够实施到呢个犯罪咋？点解？你睇下张相，除咗佢附近冇事，我冇周围，哦，得佢嘅脚印。咁即系话整理思绪，即系话我哋只有杀咗佢。从脚印可以推断啊，只有两个人入过案发现场，几靓佢啲画画得，我几喜欢。受害者啦，同埋佢啦，嫌疑人啦，
跟住咧，佢踩个水接近受害者，咁点解佢会冒水，好似冒住鞋湿嘅风险，都然靠背靠佢咧，然后就搏湿佢。你傻噶？佢有念力噶嘛？我做乜要行过去搏湿佢啊？我哋讲睇呢件案子，我觉得冇进一步调查必要啊。点解？佢觉得一定系佢啊？哦，我哋摆翻落去，百分百应承啊！吓、啊，佢有念力，佢做咩行过啲水度，唔能搏湿佢？你当佢傻噶？啱啊！你班人点调查人噶？点调查案件噶？好啦，我哋听下嘛，我哋睇下录音机讲嘅对话啦，揾 QK 嘅部分列印出嚟啦。啊，顶你个肺啊！佢竟然要我咁样喺 QK 嘅部分列印啊！啊，好啦，嚟啦，我哋咁同意同唔同意系嘛？啊，好啦，好有趣啊！我觉得呢件事呢个玩法好有趣啊！佢竟然要我听录音带，录音带对话字点啊？点对话列印？睇下先啊！我睇唔到啲字，我想讲。由于佢冇离开房间嘅人，我哋肯定呢个系同意嘅。OK， 吓唔系先，唔系。如果系咁，我哋要我哋啊，睇先，佢又想我点啊？列印呢份嘢钉喺度，系啦，跟住咧就到呢一份嘢，佢可以操控物件啊嘛。咁我哋要配住，佢都必须要砸佢个头，我反对呢份嘢。系啦，将佢哋拼埋啊！哎，搞掂。我开始 feel 到佢啲套路系要点样揿啊！啱佢目标系砸佢头傻噶，佢行凶系唔需要接近受害者噶噃。啊，佢技能啊！两公尺的范围，他做乜鬼？要行去后面咧？你话俾我听，呢班人个脑装咩噶？呢、这个道理系唔适用喺呢度噶，啱嘛？唔需要炸咁多次添，唔需要行过去。佢呢个动作太唔自然啦，我哋冇法判断佢系凶手。跟住我哋再推一轮啊！佢就系为咗唔想俾人推断呢个凶手，所以佢先用呢个嘢去砸死佢。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到，将呢个嫌疑推翻晒出去。呢个又冇使用技能，即系普通嘅作案手段啦。但系我哋冇办法，同样啊，冇办法肯定凶手冇使用技能啊。你话案发地板系湿嘅，呢个都系一个好笑。点解会着湿嘅鞋？好可能咧喺现场留低脚印，佢脚印留低咗。咁佢真系走咗啦！好靓啊，个画风嗰啲 noise 我中意。我多数咧系画完晒全部之后，我先再喺上面冚一层 noise。唔少异能者无需进入室内就能够施案，依旧系我哋嫌疑人啊，冇错，一日未解啊，未破案啊。咁我系咪有第三个啦？定系完啦？我会唔会破到呢单案噶？我想问，组长，你嘅意思系我咪入嚟啦？啊，几好，我成功入去啦！我有啲喜欢上嚟，佢咁快表白嘅，吓亲我。我喺呢个我哋睇法，你两个有咩意见啊？佢指出咗我哋咧推论入面嘅咧漏洞啊，我冇理由反对，啊、都冇反对嘅藉口啊！啊，几好。冇面见人，你班人可以退下啦，我自己一个查啦，冇烦啦。好，欢迎加入啊，多谢晒，多谢大家，系啊。啊，我哋之后先再办呢个迎新会啦。我哋而家出发去边？我哋继续完成我哋嘅调查，去凶案现场啊，去呢个黄陂高塔剧院啊。呢架车太逼，逼过四个人啫。
哋多数咧喺个车入面睇资料，哇，会呕噶，咁样好严重喎。于是咧，我将剩低嘅搬埋上架车度。你哋点睇啊？你而家坐哦，你而家坐紧个位咧，本身系放住抢劫案嘅资料噶。我认为位咧本身系俾人坐嘅，就唔系俾档案坐嘅。忘掉一直以嚟嘅常识咧，用呢个灵活嘅思考咧，先可以调查到法律事件噶，各位。系啦，我嘅何况都未同你讲呢件答案嘅细节啊，建案就喺附近啊，个编号咧系 A0136啊。我揾到啦。好，晚上九点啊，发现一条尸啦，完工啦，哇，呢个不得了！剧团小型老板嘅后脑重创，头骨碎裂。另外知啦先啦，只有另外三个人能够进入佢呢个案发现场啦，全部都系异能，长期使用技能表演。多得呢一点咧，我哋对佢哋异能有大数了解。小丑啦，念力啦，火啦，同埋冰啊，袭击人员同魔术师发现佢好难定佢罪，因为空气冇揾到，揾唔到又冇好似空气嘅嘢，咁佢碌棍系边度嚟噶？系庞大，空气一般系收缩唔到。我突然间谂起冰柱同火添，大家有冇知道话杀完人之后，嗰滩水啊？哦，等我谂下先，等一阵先，我谂到啲嘢啦。哦，系嗰滩水啊！大家有冇睇过咁样嘅案件啊？就系揾唔到空气，但系个地下有成滩水啊！唔好话俾我听呢单案系咁样落、啊。我睇下先，我希望可以呢单案系破到嘅，即系佢俾我玩完晒。我冰嗰个系。冰嗰个系再落佢一级啫，唔系啊，其实冰都可以好危险。我想讲，睇先啊，佢几时死啊？强烈冲击，戴住手套嘅手，系咪完？系啊，我都谂起呢件事咯。用冰咯，用冰咁咪会有水咯，地下。Case one 啊，唔系，冇同，诶，我啱啱完咧，应该啱啱完一个，然后我好似有得玩埋 case two 噶嘛。啱嘛？系咪啊？嚟，第一个花樽烂咗，又上面有啤牌，有血迹，气派，不休息室，大多数都系留喺呢度。凶手想必系知道呢一点，所以先嚟揾佢。我哋咧收集多余嘅线索，你帮帮我。你想再检查多一次？系嘅。有啲痕迹只有 Black 睇到，有啲痕迹只有我睇。我技能好似冇同你讲。哦，我嘅技能系触物回忆啊，掂到佢之后咧就读取佢嘅记忆啦。我几好，我中意呢件事。咁你掂晒入面所有嘢好唔好？好啦，一杯怪怪地，尸体旁边可能俾人落毒。好啦，咁你读下呢个杯嘅记忆啊。好啦，读取完毕，一杯讲咩啊？笑死！你系咪觉得我用呢个技能嘅时候就会全身发光？可能你冇察觉到，喺呢几秒钟个杯嘅42小时之内嘅经历已经落咗我个脑海入面啦。系啦，有一两件事冇人忘怀，无法忘怀。以呢个杯为例啊，值得注意嘅，佢记忆入面啊，冇任何嘅嘴唇触碰过嘅杯嘅边缘。换句话讲啊，过去呢几日都冇人用过呢个杯啊。OK， 我明晒，读晒系冇可能嘅，知道。有冇可能睇到空手嘅样系做唔到嘅？试过系哦，佢就包触感嘅咋，三个感知：听觉、嗅觉、触觉。哦，冇视觉嘅杯唔生眼。OK， 你讲得啱，但系杯冇耳仔同鼻同神经。你又讲得啱，我中意你呢个吐槽位。由于冇视觉嘅资讯啊，读取咧都系支离破碎，虽然对调查系有帮助嘅。幸运嘅话咧，系会听到有声噶。哦，好强喎！
犯人几乎可以自己送上门。冇错，我哋开始调查啦，读取呢间房残余嘅记忆。你认真听我说明，记下你觉得重要嘅地方。我而家想调查人啊！我而家唔对你呢度所有嘅嘢冇兴趣，你俾我见咗啲人先。我想见另外嗰两个。唔开始啊！我有我嘅方向啊，好唔好啊？放任我啊，求下你。唔好啦，唔好记忆调查，大佬。咩证据线索啊？睇呢嚿啊！地毡啊，睇地毡啦咁。水迹唔系血迹，唉，睇得出起码唔系血迹。我用几用啊？唔该。感觉好热手，之后越嚟越湿。呢个味系红茶。液体流完之后咧，又有人走上去，重新生脚印系佢红茶啦，咪先啊？倒喺地下嘅系红茶。之前美国人。佢呢個 get 好 stereotype， 美國人飲咖啡，英國人飲紅茶，雖然係真嘅，我覺得。OK， 我剩翻七個，一個日字個，兩個，三四五，咦，其實有多過佢個七個，有一二三四五。六系咯，佢有多个，羽毛啦。咩啊？只雀仔临死前，马戏团用白鸽做表演，寻找空气期间找到死嘅白鸽。哦 ，OK， 羽毛。伦敦嘅白鸽会叫，又谂起之前话去伦敦劲嘈咯。睇下先啊！呢嚿系咩嚟？呢个雕塑，人头人像嘅半身，唔知系乜嘢，因高温而扭曲。诶，因高温而扭曲，咁即系唔系用冰咯，用火。我哋有其中一个系。先啊！你见到他披住斗篷嘅半身像，我觉得好惊讶，光芒好难讲。绳，梗系绳啊，绳。花樽啊，喺地下受到震荡，所以跌咗落嚟。OK， 花樽冇生命嘅痕迹。控制植物的异能人士，他们操控藤蔓将勒死。 OK， 好得。飞盘呢？不是空手钉，不是用一般手段飞上去，扑克牌。魔术师用飞牌做武器。哦，即其实佢有啲理论上系多余出嚟嘅线索嘅，书啦，读埋嚟睇下，等我全部攞晒佢嗰啲嘢先。书点样唔具劲？冇感觉到任何嘢。哦 ，OK， 好，即系废噶啦，书嘅系装饰品。诶，最近有人喐过，点样嘅书啊？扑克牌必成法。仲有边张？我哋仲有凳啦。冇啦，应该仲争凳，攞埋睇埋凳嗰个就 OK， 系啊，冇睇埋凳呢个，即系佢而家目前为止啲记忆系有多嘅。我趁佢瞓觉嘅时候杀咗佢，两日之前嘅嘢。唔系超能力，系技能啊！好啦，犯罪时间太长。出千被杀真系唔知喎，迟啲要佢睇睇，都仲有咩？仲有咩？仲有边度啊？吓，佢有啲位置我冇感到啊。哦，杯杯头先你咪读咗咧，又叫我读多次。唔得啦，搞掂 check 晒啦。哦，即系佢有咁多样嘢，就应该俾咁多个机会我去拣。
全部记录落嚟啦。OK 啦，睇完啦。你觉得有咩唔对劲？天花板？我觉得个像都已经唔对劲。天花板系咩嚟噶？血迹？真执挥动空气，然后溅到天花板，一击致命。尸体冇争夺过痕迹，所以飞溅嘅血迹唔正常。我想读上，但系结完有五尺高。无线电叉，点解只叉喺度？等我五分钟。呢只系乜嘢？呢只叉咯，叉用嚟做无线电，正啊！点解会发出声音？我都唔好清楚。我哋都唔肯定边啲物品会变成异能体咩啊？你讲咩啊？你好似唔知道、啊，你呢只叉为例，我哋会将有特殊技能嘅物体叫嚟异能体。同异能者一样啊，嗰啲咧系都系有法力嘅现象嚟噶，叫异能体啊，就系、是、表现出异能者嘅特质嘅物品。正确啲嚟讲咧，异能者能够表现出异能嘅人啦、啊。咁你都差唔多系咁嘅，你攞住只叉啦咁，系啦。不过调翻转嚟握咧，就可以同其他人沟通噶啦。Oh my god 啦，你搵个好啲嘢唔好咩？好啦，我哋去试下啦。死马当活马医。临时审讯室，好嚟啦，我哋审讯啦。哦，呢、這个系小丑头先个女人，我唔想审佢住。我唔会记得你啲名字，之前咪俾咗你咯，仲问新嚟嘅你咁面试翻一次俾你睇，我好啦，试翻一次俾你睇，喺边啊？嚟啊！啊，凌空浮起啦，就系、是，因为唔系魔术，系真正嘅超能力，我突然间觉得好冇乜好大兴致。先看啊！你的个性好似少咗几份开朗，笑死！小丑一定要台下好开朗嘅，大家有冇睇 DC 嗰个足卡啊？超压抑！我冇得，等我先，我冇得教 auto 脑噶 ，auto skip auto 啊，唔该，我唔敢啊！喂，你个 auto 咁长嘅、啊？好的，我决定我揿快过佢、哦，有礼貌系唔错，但而家唔系呢个时候，警探会俾人瞧唔起，知唔知道？案发嗰日发现尸体之前，你有冇见过受害者？七点半叫佢入去。是啊，哦，他们不可以让他知道。那入去做什么呢？七点半的时候入去。原来他们用技能是绝对机密的。你们想吃咖喱什么玩意？什么啊，这个人？吓、啊、咁奇怪嘅，佢做乜走嚟就系问你要食咩咖喱？
佢会隔篱有只差个电话咯，即系个电话打紧嚟啊！我哋，哎，我系魔术师，哎，火过，火过，火过，哎，我哋睇下先，哇，哇，佢嘅发型，睇到佢头发细排，灵魂都俾人勾走啊！佢发型好有个既视感啊！睇个档案俾我睇唔该，我想睇，同佢一样 cutter 放射式点火，嘣咁，距离1.2，火焰温度达到600至2800，可以在无氧环境下使用，哇，好爆啊佢！咁你嘅火系点出嚟噶？无氧下，粒子产生，佢能够生火，让火焰从中心蔓延到四周。佢系火焰嘅中心，系咪啊？如果咁计嘅话，佢要表演一次啊！唔该，周街都系智能，双手能够喷火系男仔嘅梦想。你哋嘅男仔嘅梦想点解要双手喷火？又嚟有咩用咧？我听好有型味嘅呢件事。等我讲起间案啊！你嗌我嚟做咩？我哋开始靠近张台，话俾我听你最近一次见死者几时？哎，嚟啦！我终于知道啲我想知道嘅嘢啦。8:30左右嚟到案发现场，系因为我啲私事要揾佢，敲咗5分钟门冇人应，冇听到入面有任何动静，于是翻去冇入屋，所以我冇可能杀佢。哦，佢冇咩矛盾，佢震系咪即系佢个心有震啊？表现得更激情点冇，冇关系。我哋而家睇睇，你睇睇睇睇睇。睇先啊。呢份系咪啊？唔系呢份。哦，佢冇咩矛盾，应该系呢个位。哎，搞掂嚟，我觉得 OK 啊。嗱，呢啲就系叫做我所称之为嘅老朋一样，系咪叫一样啦？至少我 get 到佢老朋系乜嘢。我侦测到异常，佢讲嘢冷静，但佢讲到死亡嘅时候讲啦，身我冇同佢有咩矛盾，即系佢同佢有咩矛盾啦？好啦，有咩矛盾你讲啊？佢死都唔通下打佢，打镬佢，打到佢呕，打到佢讲位置。冇反驳嘅力量，你要去铁证啊！铁证，我哋边度有铁证啊？我哋攞一个高温啦，好嘛？不和证据，我边度有急不和证据啊？真系攞翻嗰张图啊？嗰张嘢啊？不和证据呢个咯，系咪啊？我编唔到。sorry 呢个不和证据。同埋呢个系咩啊？放射式点火唔系呢个高温，唔知我觉得放射式点火同高温烂嘢都系一样噶，唔啱啊？佢所有文字对话试多次系咪呢个先？试多次放射式点火啱啊？佢就系咁样争个少少咯，佢会。啱啊！你烧咗佢话先，你答话，你解释下发生咩事？受害者之间啊，关系唔系好好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你讲啊，唔会系。我正谂紧，唔会系佢三条友夹粉怼冧佢系咪啊？
我是异能人士，对谷子暴露自己的弱点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他们风评不好，黐死个谷的问题。好，老实交代，点解你同佢？点解你哋吓、有咩矛盾？讲嚟听下。供述开始。同我家伙相处唔到啊，佢嘅脾气一嚟都唔好，呢几日变本加厉。我欠落佢唔使赌债，系因为咁。佢动乜闹我哋？特别系佢，我严重怀疑有机会会唔会系佢哋三个夹粉怼冧佢。所以他对我们的个人投出诸多要求，吵了一跤，不太光彩，不想跟人说，将他半身像烧了。即使是这样，我都觉得做得太离谱，我法当我跟他道歉。他逼我做了十分热情啊，向他开火。明明有好冇？睇先。他没想过跳槽，因为不会有其他马戏团接受他们。总之我说的这么多。喂，有新人了。哦，女人来的，这个我以为这个男人来的，冰那个是。来看看连锁结，连锁结冻结。哎，但佢需要纯净水，哇，好难揾到纯净水俾你、啊，五尺每秒两个立方公尺。我街呢天啊，我街呢，我哋而家玩紧呢个系解谜游戏，要接触到水先能够使用，一旦使用就会引起连锁反应，造成一个五公尺长嘅冰块。如果你接觸到水面，唔係個，哦哼，但唔係能夠凍住液體之後純淨水。好啦，嚟，我哋開始聽佢公詞講嘢。佢揸住嗰條冰條嚟做咩啊？原來。他说他一次办公室晚上八点没入屋睡觉吵醒然后就走了，然后传来他的尖叫声，很遗憾尖叫声，然后看到他的尸体，他在哭着。是你不打算吃那条雪条，你打算拿出来做什么？双重人格，热情澎湃，小姐应该表现得冷若冰霜。我教你妹子，我哋而家打紧呢、這个嘅侦探游戏啊！佢话佢讲大话，你唔系话你冇打开个办公室嘅门，你点样知道上教啫？啊，系、啊。笑死！我哋嚟睇下对比其他文件啦。其他人主张嘅嘢，原来可以 print 出嚟列印。好啦，我哋睇。我哋列印咩啊？有咩可以列印啊？请问列印。他那份工词在哪里？阿斯尔这份编了他列印，看看先啊，哪里有矛盾位啊？现在要找，那很明显他心跳是异常，他看到什么嘛？连环跑去尖叫办公室，结果睇到佢尸体。再去过一次，嗰阵时系晚上八点，一睇先啦。晚上八半，呢、这个正方形系咩嚟噶？方形嘅印记系乜鬼嘢？方形嘅印记啊！
我可不可以严重怀疑他不久之后和他八点钟已经有矛盾？不是，应该不是这样落，应该是这里落，可不可以这样落？研究应该怎样求？不是时间？八点这里这样求，行不行？不对，对话，他真的要在我们的对话里面拿列印。我同意他，但他没说大话。乱来一下先，试一下先。他有什么？他应该没有的。这里咯，这样咯。但这个不像说大话，像吗？诶，不是啊。检查文字记录里的对话，文字记录里的对话，这里。我不停地点他，会不会有什么事发生？这份东西会不会看到啊？凶案现场呢？没事是他的，应该。这个呢？一具书有没有被人用过？高温、花盆震动跌下来，羽毛被寒声。热水的温水啊，不固定啊，和这个啊，不可能的，应该水坑试一下这个咯，不是，是啊，文字记录里的对话，这个没得 print， 只有 print 这个东西出来。啊，先啊，嗯，print。我纯粹觉得他正宫好奇怪。看看，我去过他办公室一次，那时是八点钟。编了这个先，编了这个先。八点钟好奇怪，晚上，但没进展，他在睡觉，不想吵醒他就回去，跟着传来尖叫声，可能不是这份的，烈印啊，这份。同意。不要跟我说是这样的。同意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尸，不是，那我反对，反对他的东西，至于他是不是有些什么会扣我事的，我想知道。竟然是这样啊，竟然是因为他没有说大话，然后他所以他啊，我觉得他没有说大话，因为他心跳没有加速。哦，你想我这样答？ OK， 好了。嗯 ，OK， 好，我明白。觉得受害者瞓觉的原因是因为他安静了。哦，为什么他会觉得熟睡的人瞓觉啊？
咦，我要睇翻呢个对话系咪啊？呢度唔系呢度，点解觉得佢瞓紧觉？睇先啦，点解会知道受害者瞓紧觉？点解会知道？点解会知道？点解会知道？阿先好气，变本加厉，我而家唔少钱，佢谂乜闹我哋？当中俾人闹得跳得高高，我哋跳得先啦，唔得同人讲。我攞人哋嗰份正工系咪应该唔得嘅咧？系咯，应该攞佢嗰份正工。点解啊？唔系喎，点解佢觉得佢瞓紧觉？点解我觉得佢瞓紧觉？佢冇入到去噃，但系我知系咪呢个？唔系喎，佢话佢瞓紧。点解佢会觉得佢瞓紧觉？呢个问题问得真系好啦。奥兹啊，点解我会觉得佢瞓紧觉咧？等我思考下先。问呢个问题做咩？你怀疑我做噶？九点钟搵咖啡，然后演出之后咧就喺度踏入房间之前系点样知道佢瞓紧觉啊？嗯，哦，我知道，因为佢讲嘅系咩啊？系咪因为佢八点半左右嚟到？唔系喎，晚上八点，佢早过佢嘅，佢早过佢到。点解佢会知道呢？啲嘢唔好上流咧，大家睇唔到咧。睇下先啊，坐两间冇咩光彩嘅嘢。我觉得我自己就嚟盲，我喺呢一刻感受到我个mon细，感受到我个mon唔够大。我就嚟去将嗰份正工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重新点一次，我试下先啊。点解知道佢瞓紧觉？睇呢份啊，系咪咁解？唔系，对话内容。这个是文字记录，等下先，因为他没有入屋，我们逐个逐个看，逐个逐个试，第一个试了，现在到第二个，第二个不对，第三个不对，第四个，第四个不对，第五个，第六个，啊，我试晒咯，将佢成份嘢，边度系对话日志啊？
文字记录里面的对话日志是哪个对话日志？即不是这份啊，应该有时候文字记录里的对话日志，文字记录里的对话日志，文字记录里的对话日志，跟住呢点解佢会以为佢死咗？呢个我哋用咗啦，冇可能系呢个啦。咁下面呢个 account 系咩嚟噶？啊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怎样知道他在睡觉呢？文字记录里的对话记录，这个都是文字记录来的。第一个九点钟为他送咖啡，九点钟往往九点钟会喝咖啡，那他就可以呢结束后直到晚上八点半左右，因为我有点试试找他，敲了五分钟没人应，但他是早早的去找他的，故意留下剪裁。在入房之前怎样知道他在睡觉？那个红茶哦，个红茶杯啊，唔通系？唔系啊，但我揿过喎，个杯唔系咩？唔系，我仲以为系佢落佢毒药添。耳子啊，传来鼻鼾声。啊，真系吓！啊，竟然是这样，那是声音啊，蛤？ OK， 听到他打 OK， 好，我甩了这里 OK， 好，听到鼻鼾声，所以他真的鼻鼾声， OK OK， 得好，通过最后一个茶叶，蛤，他们一早就知道答案的了。你看你一点都不冷酷，黐线，外敏感，好可爱啊，外敏感啊！饮醉系咪？我有啊，特登有一个啜啜啜啜有饮管嗰啲，有伸懒腰，可能今晚要再拉多阵筋，又系唔知乜，好似好唔舒服咁，唔知点解。我已经咧有个新架啦，即系其实叫浪高咗少少啦，将我个 mon 咁样。但其实他未去到水平线，但不知道有没有好到呢，但好像没什么好到，很干啊，现在好像有点节目得最惨的他是小丑，他不知道自己做什么，就是他招来的姑娘上当，前提是他要近到及手可捉，升到空中他一定不把他放在眼内，他妒忌最有人气的佛龙，搞了，喂，你们同一间公司过来想搞我，他做什么？幸好他及时停手，我想到这里可不可以走走去 ？OK， 好，不要去太远的地方，我记住，你们不要走去哪里？我只是人渣，幸好他死了，笑死。都有杀人动机，所以我就说了，这个世界不会，即是他不会怼冧了他们三个。孤单啊！哦，佢样遮住咗，因为佢挂咗咪。佢系直线型高速发射，发射咩啊？渡过冥河 ，OK。
发射，佢将物件发射出去，火箭咁样。Oh my god！ 佢攻击力都好大，我觉得。八点钟听见死者嘅鼻鼾声，冇可能七点半犯案。好，我哋又嚟啦。七点半，佢隔唔愿意透露七点半嘅时候同受害者见面，考虑到咧阿斯顿提供嘅证词同七点半左右嘅痕迹，我可以有结论，佢哋嗰阵时咧闹得唔愉快。佢讲咩啊？老实讲，最折磨得最惨嘅系佢啊嘛，系啊，系小丑啊，唔系话佢做错啲乜嘢，总系话佢招来高粱上当，话佢令，但前提佢要掂到嘅嘢，空中浮起最啦，噔噔，我先啊，七点半，佢八点钟，佢七点半去到去过见佢。跟住就佢八点半左右翻去商量，五分钟冇人应啊，成条时间线，咪先啊？九点钟饮咖啡，七点半到过，搞个私人事，八点半再去。到前几日嘈过，八点半去冇人应，呢、这个七八点钟去冇人应。七点半去有佢嘅，哦，我知啊，系咪呢个手掌有强烈冲击？系啦，有强烈冲击。然后佢差啲被受害者打死，好彩佢及时制止，差啲就打到佢。关于呢件事，你觉得佢真系停手哈？明显撞击嘅痕迹，八点钟仲死者系八点钟仲活着，痕迹系之前留低。手腕嘅伤就系、是、哦，俾人打。普通人袭击凶手咧，一般唔系净系会刮佢一巴，好明显系施暴嘅证据。佢冇打佢、哦，我都系咁认为，冇被施害。其他哦，系打其他人。小丑同老细起个冲突啊！喺七点半嘅时候被人打，小丑好靓，其实咁样睇。佢冇打我，我做咗啲咩？佢点解要打我咁啊？我谂唔到，毕竟系一个唔正常行为。但系咧，佢讨厌你，我哋有听到呢件事。佢嘅恨意，受害者对你嘅恨意嚟源来源于你嘅能力啊！有所我揾啊！据说啊，特别讨厌佢，可能我哋啲原因已经讲过，咪佢讲咯呢度嘛，呢度嘛唔系咩？我呢唔系啊！讨厌佢嘅原因，好可能我哋已经讲过，睇下先啦。猎人呢度，我唔系呢个的，唔系呢个，唔好固定呢嚿嘢俾我。走，乌丹油 ，sorry， 边个系乌丹油 ？sorry， 边个叫乌丹油？哦。乌丹，我傻睇到啦。乌丹尤其讨厌佢，因为咩嘛？呢、這个嘛系咩啊？搞掂，完成。佢上当先呃咗你入嚟，招咗你啊！
OK， 佢冇打我，佢冇打我。带住啲咩？你而家唔系咯？选择露自己半张面。哦，佢半边面系咩嚟噶？谂起黑汁嗰个添，淤咗。伤口系哦，俾人打。佢话系句错喎。好啦，嚟啊！吓，但系佢话小秋话系句错，点解嘅？我本来喺街头卖艺为生，舞台上有特技嘅，嗰阵时学会嘅。团长见到我呢个表演咧，就招我入嚟呢度。之后先知原来佢要揾一个识得念力嘅团员，佢误以为我念力用得好好啊。佢俾摆个招入嚟之后，我无法好似佢咁远距离操控物体。起初我想瞒住佢，但最后佢都发现咗。佢讨厌我系理所当然，但我唔会因为佢打我而记仇，作死你咩？你喺舞台上表演系咩特技？佢哋叫飞跃小丑，好难讲、啊。你用嘅呢、這个空中飞跃，哦，空中小丑系佢。尽力跳向高处，利用技能浮在悬空中，不断重复跳跃呢个过程，我就能够越攀越高。哦哦，呢个时候我表现出一副就嚟要跌落嚟嘅样子，最重要系勇引起观众嘅反应啊！我好复杂，你讲错或者打你都冇关系，点解？我唔系话冇关系，只系我能够理解佢原因咁做。你理解对你施暴嗰个人，佢傻咗啊！我平生第一次觉得有归属感，其他咧团员都同我一样有一样嘅伤口啊！我讲可能你唔明，我哋二能者出世嗰刻啊，就已经背负住咧好多嘅伤口啊！我理解团长点解会变成今日样子，其他团员都系一样啊！系我嘅呢、這个系我一切，我握咗呢度嘅人系我活该。Oh my god！ 佢冇掂台，我感受唔到佢嘅心跳，但系佢冇讲大话，只系我唔理解。嗯哼，解开谜团啦，已经要。啱啊，个空气都未揾到。系时候互相交流谂法嘅时候啦。由边度开始啊？残明空手嘅身份。好啦，睇下先。办公室前嘅脚印，7:30啦，8:00啦，8:45啦。咩系正方形嘅印记？正方形印记系咩嚟噶？45分，系啱啱7:30有留下到啊。阿斯顿，系啊，啱啊，系啊。跟住8:45到房嘅就系费龙啊，佢有时差喎、啊。跟住就9:00嘅佢。8:00到9:00，其中一刻被人杀咗，唔通真系火嗰、那个？好啦，而我哋而家知道佢几时死，跟住到头来咩进展都冇啊！吓，最后一个活存咗先啦，先确认期间都永存啦，都有嫌疑系冇变到噶，缩短死亡时间，排除嫌疑。可以反其道而行啊？点反其道而行啊？
首先啊，雷芬斯表示，当费龙来到现场的时候，受害者可能已经死亡了。如果参照呢阿斯顿用来确认受害者活着的方式，边 Q 我叫阿斯顿啊？我听到声啊，咁应该有一条绳索反映咗佢嘅存活时间。佢几点钟到啊？呢度应该睇呢个。8:45，9:00。高温啦，跌咗落地下个杯啦，争执。争执期间传嚟鼻鼾声，震动之后停止，杯冇人喐过。应该有一条线索反映存活的状态，除了声音之外，不是这个雷芬斯佛龙，佛龙是这个嘛？除了听声之外是什么？一个人没人越过半身像，震动跌了地下，挣扎托盘没人越过热水，难道我看热水？不对，难道我看耳字啊？真的有看回院子啊，即是他鼻鼾声啊，没听到任何动静。哦，他说没有动静的时候，即是他已经挂了。看来因为他挂了就没有鼻鼾了。那他到的时间是8:45，即是但他没有远距离嘛，啱嘛？头先讲过啦，他成日都要触及到的能力才可以操控到死者嘛，他讲的嘛，这个嘛，最大能力2公尺，是不是这个？不是这个，竟然，我原来是添。阿仙啊，无法操控。无法控制，系啊，睇下先啦。呢段，咦，唔系呢个咩？呢个，前提要佢执及到嘅嘢。诶，搞掂，啱啊！即是他又架空殺不到人，可能小丑冇可能殺人，因為他架空殺不到人。但而家咧，嗰個人嘅死亡時間咧就在於呢個9:00，係咪話 ？Sorry， 唔係8:45至8:45。你连个空气都闻唔到，哼！空气俾人消系消失咗。我哋系其中一个嫌疑人，又制造到呢个空气，真系吗？就系我谂到嘅嘢吗？
我唔知揿边个，不睇下系咪揿呢个。啱啦，搞掂。消失嘅空气就系解毒，用冰做空气。嗰个女人做乜吞口？唔使入去，佢有佢嘅办法，总系有办法唔留痕迹。睇下啲相，有个方形，睇下个方形图案系咩嚟噶？垫脚石，我用冰做嘅垫脚石。哦 ，OK， 咁就连个垫脚石都冇埋。聪明如我，我由掂到地下个摊水开始，我就已经谂过呢件事啊。但佢中间嗰啲嘢好棘啊，即系唔系好棘啊。即系佢中间要揿呢个咧，揿好多嘢，就需要用冰去制造空气。我觉得呢个背后嘅玄机系某人嘅技能指出嚟。我咪揿咗呢个咯，唔系咩？我说冰嘅融化，所以唔好意思啊。我都话集体谋杀噶啦，系咪啊？嗯，喂，手，揿呢、這个，喂，揿错仔啊！冰嘅融化，所以唔好意思啊，唔系要你，要你呢、這个，啊，真系。用冰慢慢融化一切，咁所以个像就冇理由条丝冇热过嘅痕迹噶。嘅水系咪真系佢制造嘅冰块留低？马斯顿有啲明显嘅唔同。吓、啊，你推翻又推，推翻又推，推翻又推过，呢、這个 game 真系不得了。啊！哇！我拍咗声我膊头，你想我揾咩啊？冲突嘅地方啊！杀身杀者用冰化成对下嘅水泡，似乎不知，纯粹觉得纯净水咯。但系佢系红茶啊嘛，我个红茶喺边啊？我地下个红茶咧？地毡系咪啊？系啊，温茶。哇，不得了啊！我觉得呢啲就叫老朋一样，至少我翻到个北喺边。之前佢推完之后又推完之后又唔系红茶，推完之后又唔系红茶，佢要接触纯净水，啱啊，唔系纯净水喎，咁点啊？你哋想点啊？哇，错，哇，好正！呢套嘢系推完又翻，推完又翻，推完又翻。储存啦、啊，按 Enter 继续。我点解咁突然间吓死我？都叫有啲收，做咗啲咩？总之呢个推论一开始就唔成立。用冰做咧，系肯定要用储存大量水嘅容器。好啦，你哋而家到而家未解决啦，有尸体就有凶手，都系自杀。唔系，我谂谂紧佢天花板嗰嚿嘢系咪佢自杀？佢要咁样揈上啲血先会爆上去噶，唔系咩？但系冇理由揾唔到凶手喎、啊。睇我啦，你而家查唔到单，我要抌落我度，定系根本唔系自杀啦？咁所以根本唔系他杀，系自杀。受害者王牌人发现佢死咗喺度，凹唔系个头凹咗，即系他杀啦。其实我对于两个有矛盾嘅嘢咧，仲矛盾，我唔知佢想做咩，同冰有关。
冇留低脚印，显然冇受害者死亡呢个时候问题，又不可能飞入去。飞入去，距离呢可唔可以咁样啊？其实我唔系好知两公尺有几多，唔啱。OK， 唔啱。等先啊，呢有确信，可唔可以咁样啊？可唔可以自杀啊？唔啱唔啱唔啱，同冰有关啊！唔，我知道，我哋做张 poster 冇用到，睇下张 poster 有冇用先。poster 呢度，火一般嘅魔术，飞跃小丑，王牌，最后一个人同样重要啊！咁样得唔得？唔啱。晚六点不见不散，飞跃小丑。我啊，飞跃小丑系咪啊？呢个，唉，真系。佢 keep 住用嘢弹上去，弹上去，弹上去。因为他知道自己可以飞入去，飞入空中升空。就可以行空消失之后，我到最后弹回我小丑那里。黐线，啱我就想讲又落回去到。那个起承转合好多次嘅呢个 case， 其实系飞跃，飞跃同跳舞唔紧要啊，你都唔留脚印噶啦，有咩好惊啊？做咩啊？你唔会觉得我系凶手嘛？但系你系唯一一个可以唔留脚印入去嘅人、啊。我每日都在出入，就算案发之后留低脚印或者案发前都有、啊。哦，他们不知道要脚印这件事，那怎么办呢？之前扮作镇定反驳不到。天花板嗰嚿嘢咧，八点活着，八点四十五分就挂咗啦。我到而家都仲好在意嗰个正方形框框系咩嚟？
Sophia 的痕迹啊！诶，嗰个夸夸啊，俾个夸夸我。呢个八点半呢个夸夸，唔该。诶，搞掂。但我未谂到夸夸系乜嘢啊！对唔住咩？对唔住，六重推理咩？六重推理啊！好靓啊！呢张画放大啲，我啲粒粒啲 noise 好中意。我谂错方向，但只要将唔同碎片连埋一齐，我冇听过你讲咩，你讲乜嘢？有超能力者，你用超能力者出去拆另一个超能力者边？隔手上嚟变得好唔合乎常理，咁样收集线索、摒弃常识、思维连根拔起，然后粉碎佢哋。选择六条线索，揭露佢最深处嘅秘密。呢度咪六条咯，从六篇选择一条，指向同一个结论。集合空间件，尝试有几多条线索。文件的位置和正确答案的形式无关，尝试找出一同六条线索吧。开始，不是很知道你想做什么。这个咯，最近眼甜，现在这个是飞跃的小丑啦。是啊，这个吗？八点半。放清自己啊！完全唔想到凶手有咩办法能够唔入去现场。这个啦，招佢啦，用念力，但系我唔系用念力，我想瞒住大家发现，所以当然，先啊，冇可能远距离，睇得唔得先，试一试，你想要动机定系乜嘢啊？究竟唔知啊，试下组合先。五个配呢、這个配对唔成功啊 ？OK 得，呢、這个。吓、啊，咁搞笑嘅？哦，我知啦，佢唔系出。那个位置咁应该系呢个，睇下系咪呢个？要拉筋系咪？呀，得啦得啦，搞掂！我应该就完啦 ，B B， 我应该就完啦，感动，我应该就完啦。好了，我解开了，一切都讲得通了，好求证的，现在请回来。好，你想讲什么？我们有个提案，什么提案？等一阵，你的飞跃特技可不可以表演给我们看？有点困难。你表演吧，麻烦。哎，你表演啊，现在。好啦，我而家表演啦。佢真系企起身喎。花钱净系睇呢个，呢个系咩嚟噶？佢免费俾我哋睇，只系详细讲下你睇到乜嘢，悬浮嘅效果系点？佢冇悬浮到，佢一直喺空中。佢下身，佢一升到空中，佢下身见到方形嘅印记。吓，咁搞笑嘅？
下面摆住啲嘢，然后踩落去。你可以创造，你可以创造并且控制任何物件嘅隐形物。哦，佢系制造一啲隐形嘅物件，令到自己踩到落去，所以就系不可操纵嘅物件，即系我平落去咁啊。佢嘅念力，每个人都会谂，事实唔系咁啊。啊，隐食之。并不是你用念力令自己放，而是踩住嘢，佢成虚报资料添啊！呢条友，创造隐形嘅物质啊！你真正嘅能力同念力完全冇关系啊！笑死，系完全冇关系啊 ！Logical， 令我谂起个不死鸟个 Phoenix 咁样啲 friend。哦，原来大家系唔知道有人用异能文字去 check 嘢噶。佢竟然呃过晒身边所有人，我用咩杀佢？咪就是、透明嗰嚿嘢咯。冇空气啊！嗱，佢而家又喺度堪称啊，冇空气啊，系唔会。是冇咩噶吓，系杀唔到人啊！我哋都揾唔到空气。佢话咩话？人类嘅头骨冇咁脆弱，至少件物件可以廿公斤。佢拎到廿公斤嘅嘢啊！我想讲，佢有噶。仲喺无啦呢度？你个句子？冇颜色俾我睇啊！佢有笔喎，重达廿公斤嘅消失咗，佢消失去边？佢消失咗去边？哼！请问廿公斤有几多？廿公斤有几多啊？请问佢消失咗个盘度得唔得？唔啊，唔系个盘度。花盆有冇廿公斤？死啦，廿公斤定雕塑得唔得？我想估雕塑，我真心觉得个雕塑，你烧。烂咗佢就抌咗佢啦，就唔俾我留喺度做咩？啊，又真系唔系喎，花盆啊，廿公斤出现咗，消失翻，你令佢消失于何处啊？80啱啊！佢可以拎到20公斤嘅嘢喎，又真系喎！我仲以为我要揾嗰件嘢消失咗喺边添。根本冇空气。佢制咗个透明嘅廿公斤嘅嘢，嗯。
但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咁点解佢行过嗰啲板可以俾佢俾嗰个男人见到有绿色嘢，但系佢嗰个空气见唔到嘅？佢撞咗喺头顶，然后 kick Q 死佢。啊哈！嗰个做唔到啊，只有两公尺，冇办法喺公尺以外创造物体。幸福嘅话会死人，但系佢个头唔会扎到咁嘅样系唔可能嘅。呢、這个高度啊嘅技能要两倍，四公尺跌落嚟先有啊！你咁肯定一定要死，因为我用技能做过唔少嘅尝试，都系为咗表演啊。条丝唔会扎到咁啊，咁放弃啦。咁你究竟咩事啊？点解你？天花板咪有血迹咯，佢企喺天花板上面，缺乏嘅高度，弥补佢高度不足。呢个唔系弥补佢高度不足，咪个方形。哦，系咯，所以佢要行高啲。高处掉下，谂出嚟咪佢知道自己入房。然后升到空中，然后就搭佢落街。我而家有少少，我脑有少少唔系好明白，点解佢会搵唔翻件空气，但佢见到其他嘢。真系咩？唔系你解答咗我点解佢嗰个空气会冇俾人见到个绿色体，但系佢自己踩上去嗰啲绿色体会见到嘅。应该去杀佢啦，开始嚟呢个嘅。佢打算，我喺谂住卖咗卖断。一个方法杀咗佢，我只要佢喺度，我就存在得仍然好好，我仍然系一个人。第一日翻工解决咗单案，觉得点解会嚟呢个城市？哦，远啊！我单案好似玩咗好耐，同一日嚟嘅，夜晚啦，喺度六点啦，已经。
我帮你解答咗案件啦，辛苦晒，睇你破案啦，喂，开心啊！佢帮唔帮到？帮咗我哋大忙，觉得佢更有能力，正，我聪明。佢花42分钟就解决咗答案，我用咗唔知几个钟啊，大佬。呢班咪依靠异能，但唔太用脑推理嘅人。佢只有异于常人嘅天赋，唔系能力，即系过于叻。四楼天台，我哋破完案啦，已经。系咪可以出？啊，唔系，佢喺度啊。哦，呢度有禁区，即刻变封巢啊。嗯，我唔食烟嘅，算啦。景色几好啊，迷迷糊糊乜都睇唔到。伦敦系咁噶啦，佢唔落雨已经好好噶啦，知唔知道啊？金属手环啊，我都有一个戴手戴，我所有异能者都要佩戴。光的等级啊，嗯，局里面那些是无法显示，即其实他们可能很恐怖，存在位，哎，想起 Psychopath 添。翻去做嘢啦，写 report 啦，完咗啦，查完啦。仲系同一日嚟噶，啊！呢一日真系好长啊，大佬。簽翻個名就搞掂啦。恭喜曬咁樣，笑死！解決咗單案，係遲咗翻啊！買蛋糕喎、啊。買定最後一個，上面寫咩唔緊要，吹啦！係一個有人情味嘅差館啦，可以話係。哦，佢係孤兒喎，死啦！佢最後單案會唔會查翻落自己度噶？呢啲套路啊！佢一个蛋糕车入埋去 ，Oh my god！ 因为你解决咗单案，好得人惊啊！我有预感啊，我工作会越嚟越艰辛啊，笑死！哦，这个荒诞的错误到最后往往都是错的。报告，伦敦分局12月25日有谋杀案，圣诞节嚟嘅，受害者名称。
case one， 幕 end， 舞台幕后完。回到案件选页啊 ，case two 我哋都仲有得玩噶。回到鼠目录，佢有几多个 case 啊？Oh my god！ 我可以，我再可以玩埋 case two 咯。其实case two 我哋下次再玩啦。哦，哇，我觉得咁呢个好抵玩喎、啊！我玩一只 game， 我可以玩两个钟喎、啊，应该谂下先，谂先，未必可以玩两个钟。呢个入面有几多个 case 啊？我上网 check 下先。佢通常有三个 case 喎，哦唔系喎，佢有五个 case 喎。睇下先，我仲睇紧。唔讲得少，佢多到有五个 case， 一个 case 打两个钟，咁我真系可以打，我可以打真系打十个钟。OK 嘅，好，我哋翻回主目录先嗱。十二点啦，要瞓觉啦。我同自己讲，我要早啲瞓，认真嘅，唔好咁夜瞓，搞唔掂，命都冇半条，知唔知道？唔瞓觉，命都冇半条。咦，其实佢而家做紧特价，就真系咁讲。等我睇下先吓，佢做紧特价。等我收翻只 game 落去个咩度先？佢个特价，黐线！佢个特价仲有，佢个特价净系得翻47分钟就完啦，笑死！大家觉得如何啊？呢个 game 买唔买好啊？佢而家做紧特价，60几蚊。大家觉得呢？哇，他还有另外一 set 叫 Reborn， 啊，差那么远的一个 Reborn， 黑白的位。有 Art Book。不过死都不给你通过，有些吐槽位是 UI 太小，对啊， UI 太小，好小，我真的觉得好小，大佬。动画好慢，你自己按吧。大家觉得点？我觉得你已经玩到 CPU 过热啦。你觉得点？我觉得 OK 嘅。我觉得老频咧系接得上嘅，除咗佢系一啲故事性同埋推理好强嘅嘢咯。即是他的故事性里面有很多东西 ,Good night! 是啦，他里面有很多故事性很强的东西你要看，即是他所有的人物他都会有人物关系，还有他的东西一推再推，我想刚才那个 case, 他推翻了至少三次、四次、五次都有。是啊。我觉得是OK 的，至少我自己会喜欢玩这一 type 的，即是看文字上其实可以少一点的。
系啊，不过你话要推论嗰啲嘢啊，发现北啊嗰啲嘢系 O K 嘅，系可以嘅。嗯，系啦。我纯粹系谂紧大家会唔会觉得好闷啫？即系呢套嘢，如果我自己坐定定玩咧，系 O K 嘅。你真系揾啲再小字啲啊！因为我去到后面，其实好多都飞咯，我梗系好多都飞咯。我哋睇故事大纲咯，即系我知道发生咩事，个团长做咩，个女仔做咩，佢有稍微少少感人嘅位置嗰啲咁样咯，交代啲嘢咁样咯，系咩嘅？我自己觉得系佢貌似每个主角嘅描写方式都好丰富嘅。人真系纯粹系担心，觉得大家闷啫。等下先啦，佢啲 achievement 系乜嚟噶？唔知咧，嗯，系啦，就系咁。再小字啲啊 ，OK 噶啦，我已经觉得。唔系，即系我会飞咯，即系其实讲真一句，我会飞咯，系。啊！我见到人哋有个放大镜俾我嘅，那个放大镜喺边度咧？唉，佢加咗特价，62.4啊，冇问题。大家觉得冇问题啊？我纯粹担心大家觉得好闷啫。我自己玩可以，系啦，唔紧要，我买咗先决定。到最后发现唔紧要，我买咗先。咁再睇下玩咩啊？嗯，我觉得呢个其实个感觉几良好噶，几好噶 ，mark 住先咯。我再睇下我而家个 list 上面有啲咩 game 系未玩嘅先。未嘅，未玩，未买嘅先。就嚟下达，哦系咩？就嚟下达啦。咁忍下手，忍下手先。忍下手先。其实我仲 save 咗一堆嗰啲免费 game， 要玩系可以玩嘅，系啦。免费恐怖 game 又有，免费唔恐怖嘅 game 都有。啊，其实仲有其他少少 game， 睇先吓。都可以玩。有个叫 Please Touch the Artwork 2， 都可以嘅，慢慢继续揿下玩下啲小品游戏 ，OK 嘅，我觉得我几喜欢。我仲有只狗狗 Clean 啊，啊 sorry 嗰只应该狼嚟，耶！我哋就咁啦，今日我要早瞓啦，我要早瞓啦，有冇考虑下我嘅感受？我要早瞓，翻紧工，听啲唔听啲唔好介意，唔紧要冇所谓，我系比较惊大家觉得闷啫。好啦，就咁啦，我哋就咁啦，我哋咁，我哋多谢今日有咩人嚟咗啦，我哋多谢 Lemon 嚟啦 ，Logan 啦 ，Pancake 啦 ，Star 啦 ，Nagayo 啦 ，Jason 啦，三位猫啦，阿雅雅啦，Sayo 啦 ，Jack 啦 ，Thomas 啦，妹子啦，好就是这样啦，感谢各位啊。好好休息啊！系啊，我决定要早啲瞓。听日咧，我哋10:30啊，有呢个嘅乜嘢啊？我唔记得咗。有呢个摸鱼电台啊，我哋听日咧摸鱼电台咧就讲下睇戏啦，讲下啲时事节目咁样啦。OK， 系啦，如既往一样嘅。咁我哋听日10:30见啦，各位。诶，揿错掣添。好，10:30见啦，各位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また明日。Good night. Have a sweet dreams. 咁咧，我哋而家咧将会带大家去乌卡个台度睇画画。好，
我哋出发啦，各位。仲有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啦，飞咯！